原住民的学生除了一般的学科考试，主语的学习也相对的重要。接下来的新闻对致力主语教学的教师应该是很大的鼓舞了，因为台东大鸟国小呢，有排湾族的小朋友以排湾族语创作歌词，而且自己作曲，展现学族语的成果。曲调，这首排湾族语歌全由这四位学生创作填词。透过这首自创曲，学校向民间基金会举办的友谊奖申请报名，获得优选。这个曲子是老师编的，然后词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写的。这首歌的意思，它是在说每个人都会有过生日的时候，所以它这首歌其实是一个生日礼物，那它要送给这个做生日的寿星。四位小小作词家是台东大鸟国小组成的把扎瓦乐团，今年已是应届毕业生。小朋友说他们不会的歌词会向长辈询问，而学生口中作曲的老师就是他，去年来到学校的陈正汉。两年来他积极采集部落古谣，也开始教学生乐器。起点是因为这边的小朋友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他们网咖充斥嘛。那其实我刚来的时候，我有点不太习惯。那我觉得，如果可以把他们的族语融入在他们的兴趣里头，那一方面对他们来说，或者是对村庄来说，都会有帮助。大家有更认识族语吗？有的时候可能是下午或早上一到两个小时就先练一下吉他，然后大部分时间就可以先看书或者是复习功课。这张专辑是老师带领去年的毕业生经过填调用口琴吹奏的排湾古谣，今年他栽培学生创作获得肯定，小朋友也即将在七月初上台中参加颁奖典礼。老师希望学生能继续创作与采集部落古谣，从中找到乐趣和自信。记者萨仁台东大武采访报道。